我就是你捏在手上的一颗棋子。你不想活了吗？你不入我的局，我根本活不久。对不起，你该如何应对啊？早有后手。他背后必定是有人撑腰，万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我一定会让那帮人恶有恶报。冯玉堂把我们的人都盯死了，那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能是一步杀招？你太放肆了，我把我的命给你。薛县令还在冯玉堂的手上。你信我吗？情况快点，干嘛呢？快点。薛家三口，长公主，这一切都有关联。薛丫头，你和他说了什么？去死吧，你这狗官。我让你们有来无回。江离劫走刑部死囚薛怀远，这个冤我一定要伸。法人是是是，放开，别动，放开。这淮山的金矿没了，相国，你让我怎么办呀？有些人是不会让他这么轻松的将乡亲们带回京城的，这已经不是单靠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。第二辆送的马车，兄弟们上吧，里面有马。你上吧，雪鹤，在这里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此次由我亲自出手，我一定让江家栽个大坑的。